四年级惠美以这个改造彰化翻转命运为我们的主轴，期待能够在共同努力之下，让彰化能够更好更进步。那这四年来，我特别要谢谢我们县府团队大家的一个用心，可以说我们县府的一个成果是我最大的一个后盾。再来，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的亲友，我们的竞选团队，大家呢发挥非常多的创意，非常多的用心。我常常看到我们的志工，他们呢不管是风啦、雨啦，或者说是在太阳底下，那早上的站路口、我们的菜市场、我们的夜市场，还有非常多家户拜票，在在都是看到我们志工的一个身影。我们虽然没有这个国家机器来替我们扶选，但是我们有蚂蚁雄兵。我们呢，透过我们蚂蚁雄兵深入到我们的乡亲，这也让我们常常要警惕自己。我们唯有跟我们的乡亲能够来接地气，能够为我们的乡亲来解决他们的一个问题，才能够获得乡亲的一个支持。未来四年，惠美也会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理念，继续呢以改造彰化、翻转命运来努力，让我们彰化能够变成一个健康、快乐而且永续的一个城市。